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英特尔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《火车模拟世界2020》的游戏视频。今天继续来玩德国线路莱茵鲁尔主干线，今天来进行第三个场景任务，名字叫《冬日飞雪》，用时25分钟，难度1级，日期1月3号，发车时间7点15分。描述是完成楔形城市快铁班次的最后一段，在 Essen 火车站终止服务。驾驶的机车是 DBBR 425型电力机车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直接开始。冬日飞雪。欢迎来到波鸿火车站，这是一趟到 Essen 火车站的城市快铁列车。开启左侧车门。波鸿站，哎，站起来，我们把这个车的 C 阀还有 PCB 打开 ，C 阀打开 ，PCB 打开。这个车有观众朋友问了，这个车是有 LCB 功能的，现实当中也是都是有的，但是在游戏当中，这个 LCB 功能是没有办法开启的。其实现实当中的话 ，LCB 也是不使用的，在城市快铁列车上。LCB 启用的条件是当列车行驶速度16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情况下才会使用，也就是 EC Intercity 城际列车还有 ECE 高铁这些车型才会使用 LCB。 那么像我们今天驾驶的 S-Bahn 城市快铁还有 RE 这个区域快速列车的话都是不使用 LCB 的，仅使用 PCB。好，锁上车门，看上去前方，然后出发，这个窗帘拉下来一点，后边这个帘子就不关了吧。如果有想来拍 POV 的乘客，也是欢迎来拍的。下一站，波鸿，艾伦。费尔德，规定到达时间7点18分，限速100，还有1.1公里。好，可以看到站台了。车比较长嘛，尽量往前靠。好，坐车。开往索林根方向 ,SE。可以看一下车顶的这些雪的效果，雪，积雪的效果。像是刷了一层白漆。还有观众说我这个视角是不是有点太低了？确实啊，我们稍微往高拉一点，主要是我还要用这个鼠标来操纵这些手柄，找一个平衡点吧。下一站瓦滕沙伊德红托普。还有3.7公里，
好，前方限速120，这里限速120。射灯是默认打开了。还有2公里，上坡。固定到达下一站时间7:21。一直在上坡。平稳进站，右侧。接个头。把车窗加热忘了打开了，还有除霜的功能。驾驶室灯关闭。下一站 Essen 艾伯格，到达时间7:25，3.3公里。雪天还有雨天行车就格外的惬意。整个自然环境的声音都比较低了，就静静的听机车的音效就可以了。前方限速100。
只要车尾进来就 OK。猛男，大冬天穿短袖。哦，哦，发现了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下一站 Essen， 施蒂尔东，施蒂勒 ，Ost。限速100啊！我得习惯看这个真实的这个时速表。限速100。下坡有点刹不住了，总是欠标，今天解锁成就，欠标达人。之前还没有仔细端详过这个机车驾驶舱，天花板是没有看。下一站 Essen 是低了，到站时间7:29，1.2公里。进站 Essen 是低的，
然后下一站就到达我们今天的终点站 Essen 主火车站。那么在到达终点站之后，要等乘客下车，随后就把机车开回 Essen 的车库机库，才算真正的完成。其实这趟任务应该是不止25分钟，现在是120，刚才 OK，现在是120，还有4公里。装上隧道，限速100。2.4公里。好，正常，2.1公里。前方需要 PCB 识别。PCB 识别23秒之内把速度压到85公里每小时以下。好，集合500赫兹磁铁。啊，终于冲标了，最后，莫名的开心。哪来一束强烈的灯光？反光效果？上面的灯光吗？这面怎么会反光呢？这前挡风玻璃上感觉都结了冰碴子了。80、75、70闪烁，500赫兹。那么待会儿启动的时候，先联系一下这个，联系一下信号源，拒绝无可能线路线。稍等一下，看他这个指令，卸下乘客，真是不把人当人呐！卸下还行。锁上车门，停止服务，将乘客灯设置为关闭。OK， 乘客灯是这个，关闭。看一下，都关了。列车已经停运，将它开入车库过夜，严格遵守所有的信号和限速指示。OK， 那么前方依然是。这个红灯啊，先联系一下调度。
以限制速度继续行驶，OK。那么再确认一下，我没问题。限制监视启动，不要超过25就可以了。速度。好，换好了，启动了。终于是看清这趟车的全貌。开回机库。油车，待会儿过这个信号的时候，把超时打开。超时，好，顺利通过，500赫兹磁铁取消，提速，800米 S 车库，这就没有时间限制了。最后来一个飘过视角啊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哎呦呦，超速了，25，太大意太大意，OK。瞬间就拐进来了，哦，前面就是艾森车库了，有点下坡，还200米，好，听完，任务完成。前照灯设置为标志灯。好，反向机设为断开。拔出钥匙。谢谢你完成这趟任务，让我们看看你的表现。雪天困境解锁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火车模拟世界2020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